胖胖虎，贝贝灯，集了好多海洋动物好朋友，要来跟大家一起开海洋 party 咯。哇，听起来好有趣哦，我们也想参加。当然没问题呀，人多才热闹嘛。那到底会有哪些海洋动物一起来参加派对啊？接下来就到红毯时间，看看有哪些海洋动物们会登场哦。嗯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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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我是吹头鲨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点点头，咚咚咚，甩甩头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咚咚咚。我是吹头鲨。我是大海龟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向右边哗哗哗，向左边哗哗哗，哗哗哗，哗哗哗。我是大海龟。我是大海象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跺跺脚，哐哐哐，跺跺脚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哐哐哐。我是大海象。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，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。我是大龙虾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小钳子挥挥挥，大钳子夹夹夹，挥挥挥，夹夹夹。我是大龙虾。我是大章鱼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啦啦噜啦摇摇摇，啦啦噜啦拜拜拜，啦啦噜啦啦啦啦。我是大章鱼。我是魔鬼鱼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右上右下扇呀扇，右上右下扇呀扇，上上下下扇呀扇。我是魔鬼鱼。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，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。欢迎所有小朋友来参加海洋 party。小朋友，你们有参加过 party 吗？有。你们有参加过什么样的 party 呢？我有参加过生日派对，过年。哦，过年。那还有吗？元宵节。元宵节也可以。圣诞节。中秋节。今天除了哥哥姐姐，还有碰碰虎要跟大家一起开派对，还有我们的重量级海洋好朋友要一起来开派对哦。请问小朋友，你们还记得刚刚歌曲上面有哪些海洋动物吗？记得吗？海象、水獭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对呢？那现在呢，碰碰虎来出题，来考考你们，是不是都认识要来参加我们海洋派对的海洋好朋友哦？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六张图卡，会请我们碰碰虎抽出来来出题目。紫色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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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什么嘞？海象，海象。海象呢是生长在北极，而且呢它有厚厚的皮肤可以保暖哦。它尖尖的牙齿啊，可以挖掘食物，还可以攀登岩石，还可以阻挡敌人哦。有没有很厉害？有。红色的，噔噔，它是谁？锤头鲨。锤头鲨的头呢，扁扁平平的，就像锤子一样。而且它的眼睛长在两边，所以视野非常的辽阔，非常的好捕获它的猎物哦。绿色的，噔噔噔噔，是哪一个呢？章鱼。章鱼呢，总共有八只脚，而且呢，八只脚都有吸盘哦，它可以吸到所有任何的东西哦。看到敌人就会喷出什么？墨汁，没错，这个墨汁呢可以麻痹敌人的嗅觉，而且还可以阻挠视线。哪一个颜色呢？黄色吗？黄色。会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大龙虾。大龙虾，它有两个长长的触角跟大大的钳，还有坚硬的外壳哦。而且呢，龙虾呢它是夜行性动物哦，所以呢它是在晚上的时候去觅食，在白天的时候睡觉哦。选一个颜色是什么呢？魔鬼鱼。魔鬼鱼呢，就是小朋友你们所知道的红鱼哦。那魔鬼鱼的外形呢，它身体扁扁的，两个鱼鳍大大的，它在海里面游泳，鱼鳍张开的时候就很像翅膀一样哦。而且呢，它有一个很长很长细细的尾巴。
是他最海龟，是吗？来看看是不是？哇，就是海龟耶！海龟呢，它有着坚硬的外壳跟漂亮的花纹，而且它是海里面的游泳高手，也是我们海洋世界很长寿的生物哦。相信你们呢，已经记得所有海洋动物的长相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去进阶版喽。那就跟着碰碰虎一起来玩海洋动物拼一拼。海洋动物拼一拼，请小朋友各自将七片相同颜色的拼图找出来，再用最快的速度将海洋动物顺利拼出。让我们来看看大家是否可以成功过关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？小朋友都很有信心可以完成拼图挑战哦。今天呢，除了小朋友来挑战，我们的碰碰虎也要一起来挑战。我们一起说，碰碰虎加油！碰碰虎加油！谢谢。好的，那就一切准备就绪 ，Ready Go！ 第一位小朋友来抽牌子，请选一个颜色。好，红色，要找红色的拼图在哪里？先把它找出来，贴在上面。这里还有哪里有红色？哇，它动作非常的快速哎！上去，碰碰虎帮你拿到了一个，还有吗？哦，再来看看还有哪里有红色的呢？哇，这个小朋友非常的有信心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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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一个。小朋友已经拼完了，请问你知道你拼出来的这个海洋好朋友是谁吗？锤头鲨。锤头鲨，我们来公布答案，看是不是锤头鲨。哇，答对了，就是锤头鲨，我们帮他拍拍手，很厉害耶。我是锤头鲨，我头宽宽平平的，我像锤子一样。选一个颜色，请选择。选好给橘子姐姐。你选择的是橘色的。好，开始来找橘色是哪一个。然后把它拼上去，先把它拼上去，好，再来找其他橘色在哪里。哇，找得很快。再把它先拼上去。碰碰虎又来帮忙了。找到了，那里又找到一片了，在这里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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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是那一边吗？加油！调整看看。哦，然后我们交换看看。哦。哦。要答对了吗？哦，那我们大声的说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魔鬼鱼，鬼妈妈，哇，拍拍手！我是魔鬼鱼，有大大的鳞形，还有细细长长的尾巴。哎，橘子姐姐，哇，小小的三角形，大大的三角形。嗯，他的策略呢，就是先把它拼上去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转方向。啊，是碰碰虎拿走了，我拿走了。再转转看方向，试试看，把最后一个拼上去。转一转，转一转，加油！请问你拼出来的动物好朋友是谁呢？海象。答对了，我是只海象，我有个厚厚的皮肤，还有个尖尖长长的牙齿。粉红色吗？红色。那给橘子姐姐。答对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，碰碰，我是帮忙拿啦。有哪一个形状跟它一样？不是。哦，小心，也要交换一下看看。哦。好了。好了吗？海龟。等等，我是只海龟，我有着硬硬的龟壳，还有着漂亮的花纹。绿色，请你找到绿色的拼图。这要拼在哪里？加油！加油！哦。找到了。这要拼在哪里？是对吗？还剩下三个在哪里呢？我找开，转转看。我好像非常的厉害哦，很迅速。请问你拼出来的海洋动物好朋友是谁？鲨鱼。一二三，噔噔。我是鲨鱼，洋娃娃，它八犄角。最后的压轴，泡泡虎，拍拍手。巨星般的出场，看来非常有自信哦！加油！我碰碰虎加快速度哦！迅速加油！加油！剩下两个了，加油！好紧张！三角形，他还要展示给大家看。完成了！哇！碰碰虎也完成了，听出来的。
的动物是谁？大龙虾。一二三，答对了，我一起帮胖胖虎拍拍手。太棒了，所有的拼图都完成了，大家对于海洋动物都非常熟悉咯。没错，也恭喜小朋友又获得了一枚海洋动物徽章。今天的胖胖虎看世界 ，It's time！ 我是锤头鲨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点点头，咚咚咚，甩甩头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咚咚咚。我是锤头鲨。我是大海龟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向右边滑滑滑，向左边滑滑滑。是大海龟，我是大海象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跺跺脚，哐哐哐，跺跺脚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哐哐哐。我是大海象，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，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。我是大龙虾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小钳子挥挥挥，大钳子夹夹夹，挥挥挥。我是大龙虾，我是大章鱼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啦啦噜啦摇摇摇，啦啦噜啦拜拜拜，啦啦噜啦啦啦啦。我是大章鱼，我是魔鬼鱼，跟我一起跳跳舞，右上右下山呀山，右上右下山呀山，上上下下山呀山。我是魔鬼鱼，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，快来快来跳跳舞，大家一起跳跳舞。海星是在海里的，海豚也是在海里的。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是在海里的呢？哇，潜水艇也是在海里的耶！聪明的小朋友，你还想得到其他也是在海里的东西吗？一直坐着看电视，手手脚脚也要跟着一起动一动哦。现在赶快站起来，一起开心跳舞。Bye.
吹笛子的老狼。有一只小山羊吃草时迷路了。咩咩，朋友们，你们在哪儿？咩。这时老狼听到这声音，就咂着嘴走进了小山羊。这小家伙看起来真好吃啊。小山羊被吓了一跳，扑通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老狼，等一下，我死之前有一个愿望。小山羊向流着口水的老狼求饶。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尽情地跳一次舞，您来吹笛子，我来跳舞。嗯，好，这么小的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。老狼想着要吃掉小山羊，高高兴兴地吹起了笛子。可是远处突然传来了汪汪的狗叫声。可恶的老狼，你竟然要吃小山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原来是看小山羊的狗听到老狼吹的笛子声跑了过来，老狼慌慌张张地逃走了。哎呀，刚才看到小山羊时马上把它吃掉就好了，干嘛吹笛子受这份苦呢？哎呀，不见了该怎么办？一，待在原地别动，不乱跑。二，想想什么名字，打电话给谁。三，大声喊，请帮帮我。想想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想想爸爸妈妈的名字。想想爸爸妈妈电话号码。想我的家在哪里？你迷路了吧？我来帮你找妈妈吧。陌生的人有危险，离人一点有危险，见过的人也不能跟着他走，警察叔叔能够帮助你，走上前去请他帮忙，请帮我找一找妈妈。妈妈，想一想名字地址电话号码，出门要和爸爸妈妈手牵手，不要到处跑，不能四处跑，陌生人千万要躲开。我是一台帅气的车子，只要遇到坏人我就会大声叫，你听。我的工作就是帮忙抓坏人，聪明的小朋友，你猜对了吗？我就是警车。柳丁哥哥，我们可以去你家找猫咪玩吗？当然可以呀，不过你们怎么会突然想要找我的猫玩呢？因为我们也好想养宠物，可以每天陪它玩，一定很开心。有宠物陪伴的确是很开心，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问你们几个问题，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哦。好。请问你们会愿意每天带它出门散步上厕所吗？可以。那如果在家里面他们可能会随地大小便，你们会愿意帮忙清理吗？我可以。那如果他不小心咬坏了你们心爱的玩具，你们会生气吗？我不会生气的，我也不会。哇，不错哦，看来啊你们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最后一件事情，你们愿意保证永远陪伴他，永远不会遗弃他吗？当然愿意。哇，雅尼、碰碰虎，你们真的很棒哎，已经可以当宠物的小家人了。其实养宠物并不难，只要准备好两样东西就不会有问题咯。两样？哪两样啊？就是爱心跟耐心啊。除了自己的宠物之外，也别忘了要爱护其他的小动物哦。和动物做朋友。今天的画画
画魔法，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它它它，我是一只害怕，它它它，我是一只害怕，害怕害怕妈妈和害怕小爸爸，用世界岛游啊游，躺在海里游来游去，一起游泳慢悠悠。害怕妈妈和害怕小宝宝，吃饭时间到，开饭啦，石头长一角，贝壳打开了，一起吃饭香喷喷。咔咔咔，我是一只害怕，它它它，我是一只害怕，害怕害怕妈妈和害怕小宝宝，睡觉时间到，晚安啦，软软海藻盖在身上，闭上眼睛，晚安啦，宝贝，在妈妈身边好好长大，晚安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 Pink 房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喽！